会那一年无偿献血，在我上班的地方突然间一声巨响，腐蚀性的化学溶剂爆炸喷洒在我的脸上。回想起20多年前那场意外，显得格外平静，但对当时的林心慈来说，不只有漫长复健路要走，面对心魔更是痛苦。曾经自我封闭，直到接触慈济才打开心门。脖子上带着伤疤参加水灿，他学会转念，而现在更成为环保站站长，懂得付出，学会感恩。我身上的伤痕印记，他注定要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一辈子。可是我现在感恩他，我感恩他让我有机会入慈济，听闻佛法，行菩萨道。上人行脚走到新竹，台下坐满环保志工，更多是老菩萨。上人期许年龄可以老，但心不能认老。我们还有跟年轻人一样的体力，还有比年轻人更敏捷的动作，因为我们历练了70、80年了啦，我们的经验比年轻人的经验多。感恩众人汇聚善念，也提醒大家，不止身外环保，心灵也要环保，一同护大地。台视新闻林庭、柯信智台北报道。